一下，在场是桃园人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哎，很多很多的要支持，谢谢哦。那不是桃园人，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举手一下好吗？从哪里来？台北是不是？哦，欢迎欢迎。那今天呢很欢迎呢，老台噶听他的产品。那当然呢、啊，虽然有些人哈、哦、没有呢有抽奖的一个资格也没关系。这里呢主办单位说哦一定要送给大家礼物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想要礼物举手一下好不好？欢呼声在哪里？好、哦、有看到的哈、哦，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礼物是什么。我跟你说，其他呢活动哈、哦，你们今天选在这个活动就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给不给礼物呢？来，我们请那个 model 来凑到一哈哈、哦，我们的串客大礼包不是里面一个一个送给大家哦，一整包送给大家，大家说好不好呢？想要礼物请说我。神秘大礼包啦，还来放进去哈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台噶宽度一个大礼包哈。那基本面呢，来都要串客 party 当中呢，真的呢，大家从一开始啊，你们来给时间，请问大家有到那个听音乐的给受彩吗？有没有？那这次呢，大家等一下呢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都走得来都追求前 KV 哈。那呢，一起来打卡拍照一下，大家把耳机带上去，这很重要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次呢，青年事务局啊，也准备了，也是策划了一首好听的主题歌曲哦，主题歌曲《Hill Song Kyung Ha Bi》。那大家可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，我相信大家非常喜欢。所以马上问大家一下，请问？今天呢，我们这个策划这个串客派对是哪个单位策划的？谁知道？有没有知道呢？好，一二三，请说我一二三。哦，我来看一下哈、哦，来摇摇你的手好吗？好，我选这位好不好？刚刚知道摇滚区对不对？来，你从哪里来？桃园的好朋友，大溪的好朋友。哎，旁边要给你礼物哈、哦。哎，请问这是什么局策划的呢？是吗？你确定？知道，来摇滚区来，青年事务局，恭喜答对了，不好意思哦，等一下你绝对抽 iPad 的哈。好，那当然呢，我们青年事务局的局长还有秘书长再次到来哈，再送给大家一个礼包，想要请说我。哇，这件动关系哈，非常的高兴。台噶今本年来都俩串客 party 当中，我想问大家一下，你今天的来都俩 V 哈，真的呢？客家不只有花布，不只有桐花而已，当然呢，也看到新客家，对不对？董爷呢，我要问大家一下，今天你参加的是什么博览会？谁知道？哎，这几个字每次都会有人漏几个字哈，我一定要全部都有哦。好，来。一米三，举手说我好不好？来，一米三，完蛋了，我当坏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放下来哦，我来看一下哈、哦。好，哇，等一下我回去不要说，哎、欸，那个佳佳没选到我啦哈，然后选这边的好朋友来，就选你了，荧光棒小朋友来。什么博览会？世界空间博览会。很好，恭喜答对啦！没错，我们大礼包给他一下好不好？来。我们的那个 model 来给他那个大礼包哈，恭喜，谢谢。没错，世界客家博览会由我们青年事务局那时候策划的串客 party， 大家觉得精不精彩？精彩！我跟你们说，再报告一下，明天要去哪里，你们知道吗？去到永安海螺文化园区有这个潮客，为什么呢？哦，局长，你这太赞了！为什么？那个周边商品，你知道有什么？会唱歌的棒棒糖，对不对？真的会唱歌哦，啊，不是只有吃完而已哦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明天呢一起来到由我们青年事务局呢所策划的潮客，大家可以发通哦。好，那马上呢，今天呢、啊，哇，宽度那时间多以后，大家最期待的是什么事情？想抽到大奖，请说我。那我们就要热情掌声加欢呼声，欢迎我们秘书长。哎，欢呼声越大越会抽到你哦。欢呼声在哪里？
书长，那今天呢，其实呢，有董董给李文豪。那一开始呢，其实大家啊，都有在我们的串客派对当中呢，看到像是我们在地首都职人啊，一些董董给怂聘哈。那马上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的抽奖哦。首先要先抽出的呢，就是我们的手工肥皂礼盒，先有请我们的面书长来抽出。一个，对，我们今天有三个大奖品哈。那其实呢，大家都可以宽到的，猜题很爽，他赶你哈。某 Q 又给送发，那马上就请我们秘书长来公告一下，这个是抽到我们的手工肥皂礼盒，得奖的是号码是551。551有在现场吗？黄振平是。黄同学。来，我们一定要在现场哦，五五一一次，五五一第二次，没有，五五一有没有？没有。好，我就喜欢这个 feedback 哈。好，没有，那我们就再来一次哈。来，我们请那秘书长来一拉，来一拉。今天抽到的手工肥皂礼盒呢，只给泰嘎哈，虽然提示给时间化，整个人幸运都 lucky 指数都升高了哦。好，那呢，请我们秘书长，哇，这个数字很好哦，什么数字呢？好，这个数字很好记哈，600600。哎呦妈，哇，恭喜你！热情掌声给他。好，我们先到旁边稍待一下，等一下有一张合照跟颁奖哈。好，再来呢，来，我们要抽出的呢，就是我们捕梦网礼盒。来，一样有请秘书长抽出我们捕梦网礼盒，想要的举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我们会请秘书长颁奖了哈。好，来。恭喜我们几号呢？得奖的号码是809。有在现场吗？809899809有没有？809有没有？没有。一次809有没有？没有。809有没有？第三次？没有。没有就拜拜了，张磊了。没关系哈，不梦网礼盒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也是限量的，只有我们串客 party 的礼物哈。来。再来是几号呢？再来是021。21号，恭喜！有，哇！热情掌声给他。这位呢是抽到我们捕梦网礼盒，那这个是手工肥皂哈。好，来要分清楚哦。好，再来。这个是我们那个捕梦网礼盒，来，工作人员来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抽出最大奖。大家知道是什么吗？想要抽到 iPad 请举手。请问你们今天参加什么派对？串客派对。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紧张哦，秘书长抽到我没有了，我没有参与了。好，来，马上我们请秘书长手呢，对，多讲几次，我们一起倒数五秒钟好不好？准备喽，5、4、3、2、1，幸运的主是。好，很紧张。来，这个号码是。2288。228有没有？没有。228有没有？第二次。没有。228有没有？第三次。QQ 真的是抱歉呐，动感哭和毛相关。来，我们再倒数五秒钟，我们一起说串客派对，那就请我们的秘书长抽出来了。来，倒数3、2、1，一起大声说串客派对。来，3、2、1，串客派对。来，请告诉我数字是多少呢？好，得奖的号码是563。563。第二次了，563有没有？568啦，然后那个太紧张了，有可能是这样子哦。而且等一下还有同根生的表演，请大家不要动哦。来，563，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江江给 CR 记号了？快一下，是不是？恭喜！给我们来，有请我们秘书长来颁发。好，来，我们请 iPad Pro 的朋友。秘书长，稍等一下，等一下合照哦。来，一样，我们前面的镜头。好，恭喜得到我们手工皂礼盒。稍等一下，
秘书长颁发。来，快跳，前面跳跳，前方镜头。哇，请大家等一下继续来看我们同根生的演出。好，请三位得主来来到中间，以及也邀请我们的侯局长来一起合照好吗？当然，我们今天呢还有我们的来宾，还有我们呢今天的来宾来到现场，谁呢？我们先来一张合照。好，我们请得奖组口罩稍微脱掉一下好吗？口罩可以脱掉吗？可以啊。好，来，快跳，前面刚跳哦。来，大家不要离开哦，因为我们今天有特别的来宾来到 MV 片场哦。谁来到我们的现场呢？好，就是，好，大家留步一下，就是我们的阿桃员工，热情掌声。得奖组来到这边留步一下下。来，哇，我们邀请局长跟秘书长，还有刚刚那一位得奖组去了哪里？哎 ，iPad Pro 不能走，不能走啊，一定要到最尾巴 ，OK。来到前面哈，哎 ，iPad Pro 一定要看完同根生哦，接下来才会抽到很多奖项哦。好，我们也请今天呢最重要的主角就是小朋友来到前面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们来到 Agitel 前哈，来，我们请所有的小朋友来到前方，一起跟阿桃园哥合照了。今天呢很开心呢，我们阿桃园哥来到 Agitel 串客派对哦。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穿哈雷料哦！哇，那今天呢真的呢很开心来到 AK 片场，小朋友我们稍微把口罩脱掉好不好？阿桃园哥也很喜欢我们斯科博，来，我们来看前面的镜头，我们的请阿桃园哥稍微往中间靠一点点，阿桃园哥往中间靠一点点，耶！一二三，比个耶好不好？耶！串客派对好不好玩？好玩，然后比个爱心好不好？哇，希望大家的肚子里空哈来到 AB 串客派对。好，那我们要动态镜头咯，当我倒数呢三二一，大家请说串客派对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咯，三二一，串客派对，耶，挥挥手，耶，欢迎大家空哈来到我们串客派对，再一次谢谢我们的小朋友，也谢谢呢，哎，我们的秘书长，还有我们的阿桃园哥，还有我们的局长，哇，谢谢我秘书长，阿桃园哥，阿桃园哥，请留步，请留步，哇，今天的来到了我们哈，真的非常的欢喜耶，小朋友、大朋友不要离开哦，因为我们要来看看阿桃园哥呢，他想要跟大家说什么，所以请小朋友都赶快回到位置上好不好？赶快坐下来哦，哇，阿桃园哥，你们喜欢你。